就在这儿摆摊了，您瞧。来了，欢迎，欢迎。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欧香情超幸福购物频道，我是天宇。说实话，好，马小姐，请问你平时都走路吗？走路啊。那好，那就算我问错了。那我能再问你，你平时都买鞋吗？哎呀妈，你是问对人，作为一个商业卖鞋的。啊？累着，那这么说来，你一定用得着很多很多的鞋垫喽。那您今天是走大运了。有位名人曾经说过：“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”没有鞋垫，你真是硌脚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给大家带来了风靡全欧洲、风靡全球，让大家为之痴狂、为之着迷、为之尖叫的超幸福鞋垫。超幸福鞋垫，也颠也闪呀。有位名人曾经说过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没鞋垫真硌脚。”你别看我们的鞋垫薄薄的一片，这里面蕴含了988道工序。我们在这里面结合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纳米技术，并且用了180多位珍贵的中药材。我们的鞋垫是通过国际 ISO 的认证，这是100%的绿色产品，100%的环保产品。你忘记了吗？有位哲人曾经说过：“书到用时方恨少，鞋里有垫才不硌脚啊！”我还没说完呢。我们的鞋垫不但可以除脚臭、治感冒，并且可以增强身体的免疫力，提高网上偷菜还有做饭的速度。同时呢，大家也应该还记得，有位哲人曾经说过：“用别人的幸福垫自己的鞋，让别人不幸的硌脚去吧。”我再也受不了了，你把这条人给我叫过来，我整死他吧。哇塞，就这么一片小小的鞋垫，有这么夸张吗？那当然啦，因为它是可以帮助你成功的秘密武器哦。帮助成功的秘密武器。想知道比尔盖茨为什么会成为世界的首富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发明微软的时候，鞋里垫着我们的超幸福。哇！想知道萨科齐这么矮，为什么会成为法国的总统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选总统的那天，鞋里垫着我们的超幸福。哇！想知道我为什么会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吗？喂，不感兴趣，我想知道。那你想知道为什么菲尔普斯会成为世界级的飞鱼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游泳的时候脚里垫着我们的超幸福。不是天宇啊，菲尔普斯游泳时候鞋里不穿鞋，这你就不懂了。他人在池里的时候是用不着啊，但是他在岸上的时候鞋里垫着我们的什么？超幸福。你看他们都知道了。原来这些名人成功的原因都是因为他们垫了我们的超幸福鞋垫呢。啊，是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超幸福鞋垫不可一世、骇人听服，甚至是令人发指的功能。首先呢，当然是它的外观还有色格。超幸福小小个，超幸福金黄色，超幸福这个六独特鞋就叫超幸福。第二，
当然是他抗拒要的技能。可以说，穿上我们的超幸福之后，你走多远都不会累哦。脚步暖暖，疼痛远远的，这个不痛，越越轻松。好好。第三，当然是他独特的弹性设计。弹走退位。第四，我们要向大家介绍的就是它增强记忆力的功能。自从我给孩子买了超幸福以后，学起英语来 so easy，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。但是最最最重要的，当然是用了我们的超幸福之后，可以令男人更男人，女人更女人。从前的我们很纠结，哇！用了超幸福之后，欧巴，这几天太棒了，机长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聘请了世界上最知名的设计师，为我们设计了很多很多的系列。首先呢，我们为年纪大的朋友们设计了成熟稳重的十二生肖系列，请看，龙、猪。蛇、猪、兔、猪，有这么多猪吗？你这也不是兔呀。哦，对，我忘了跟大家说一声了，这个兔年的呢已经卖光了。如果今年刚好是你本命年的话，没有关系，你自己回去换一个属相就行了。对呀、啊，年轻的朋友们，你千万不要失望，只要你把生肖反过来，噔噔，就变成了十二星座，是不是很有创意啊？哇，但是呢，我在这里面也要跟所有狮子座的朋友说一声非常的对不起，因为所有狮子座的产品呢，我们都给谁了呢？曾立可。哎，那如果我是属兔的，又是狮子座，岂不是很衰？没有关系，可以选用我们最新设计、最时髦、最欢声的欧香琴系列。哇！哦，对，这个要特别为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们 DIY 系列，你可以把你最讨厌、最害怕或者最喜欢的人的照片放在这空白的地方，这样呢，他就会很甜蜜的问你：“亲爱的，你把我当做什么？”“我把你当做我的超幸福啊。”“好，是鞋垫呢。”“这样我就可以天天把你踩在脚底下，是不是很爽？”“这还不算完，请看，这是我们最新为你们推出。”耀眼到不行，上面镶嵌的38颗八星八箭完美超光的钻石系列。所谓八星八箭，指的是一颗钻石拥有完美抛光、完美比例、完美对称，钻石中的极品，鞋垫中的劳斯莱斯。你没有听错，我们的超幸福就是镶嵌的这样完美的钻石。玛丽，你在干什么？在抠几个下来打几个钻戒喽。不要这么残疑好不好？我告诉大家，这38颗钻石的位置是不能变的，因为它们的位置刚好对应你脚底的38个重要的穴位。穿上我们这样的超幸福之后，你可以随时随地享受最贴心的脚底按摩。这样贴心的设计，这样合理的安排，你到哪里找？可是说了这么多，我都不知道这个超幸福鞋垫到底卖多少钱呢？哦，对，这个超幸福鞋垫呢，我们在中国呢只卖998人民币，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在欧洲嘛，在法国嘛，所以要卖的更便宜，我们只卖888。哇！欧元，等等，这么便宜吗？我还没说完呢，因为我们今天是春节晚会嘛，所以我们又削去了一大部分，我们只卖88块钱。哇！而且，如果你是我们欧香琴的会员的话呢，有可以享受一些优惠啊，你们会得到90%的优惠哦。Oh my lady Gaga， 这样价钱简直就对我们超幸福鞋垫的侮辱嘛！是的，大家就尽情的来侮辱我们吧。我忘了问了，到底给大家准备了多少装的今天？今天只有20组吧，只有20组，会不会太少了？这个没有办法，因为好的产品就是要靠大家来抢购的。如果你真的抢不到的话呢，我们也只能对您唱 Sorry 去开，难道气死欧巴，怎么了？
今天是青春联欢晚会，在这么重要的日子里，可不可以多一点点啊？这个嘛，欧巴，我是接电话啊。喂，阿毛，哎，你刚念书那节还好？啊，你可写点点书啊？你别在那放的，哎，这信息那个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刚刚厂家打电话过来，我们又紧急备货20组，又有20组了。喂，喂，三姨啊，咋的？又整出20双，娘大舅赶紧给我带过来，这玩意儿老好卖了，我跟你说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为了满足大家的需求，我们特地从东北厂、东南亚的厂子里紧急为大家调配了20双。哦，我们现在已经有60组了，一共有60组了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赶快来订购吧！拿起你身边的手机也好，座机也好，发电机也行，赶快来拨打我们订购热线，那就是0888888888。哎呀妈，渴死我了！哎，等一下，您的超幸福呢？是你的超幸福。哇！